老中风是因为工会更来做实所造成，分作为出血性加欠血性，不管是什么款的状况，一旦若是发生，会对着身体造成着伤害。中风这件代志，其实就是讲脑的血管有出问题，所以一般讲起来脑中风，虽然讲伊看起来镜头发作起来镜头话，讲可能就是半身无力但是这一般来讲，就是要分两种，因为血管有可能一种就是塌的。一种就是有可能讲伊会破气出血。出血。咱病医神经外科医生张哲照表示讲，脑中风发生甲血管的健康甲顺畅有关系，发生了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包括着三高患者甲颈动脉狭窄有关。一般讲起来，就是讲中风这件代志，当那是塌的这种的，甲一般安尼讲的慢性病较侪，就是高血压、高血油，啊，佮有高血糖，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当然这种这过来伊就是造成一种问题，固料有可能就是伊的血管内底有一挂掉一挂成分变作动脉硬化，硬化了伊的血管的空间就缩小来，所以就变作狭窄。你面对脑中风发生，是不是只是处理将影响到患者恢复状况？随着医学进步，脑中风的处理透过着动脉取栓，可以当予抢救效率来提高，减少着高龄患者的移动伤害。其实就是讲中风了塌的所在，伊塌掉的部位后壁面，伊血无通的部位，脑的组织会开始歹去。所以伊是讲血管的迄个肾功能的成分毛孔功会开始变烂去安尼。所以一开始塌的时阵，伊开始算讲歹去了，伊无啥物明显变，但是血路佫顶拍通了，血冲过啊，阵一个压力伊经袂掉，伊就会破壳。就会出血。即下日的关机，第一就担心这部到底来听讲。礼拜是暗时七点半，伫蓝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即礼拜阿南病医神经外科医生张哲照将分享着脑中风甲颈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欢迎乡亲按时收看。